哎，刚好有事情找你。麦穗啊，过两天我要出门，这个月的房租你交给我女儿就可以了。给放嘴了吗？不是静文，是杰文，我的小女儿。哦，咁你咪可以放心出门咯，去油浮啊？不是有否，我要去日本。你咪最憎日本仔嘅咩？去日本做咩？静文要结婚了。恭喜晒喎！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，最后我想通了，只要他开心就可以了。几时过去啊？帮我送份礼过去。不用客气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叫我问你。没有。他看了你写的《2047》，非常喜欢，不过结局太惨。他问你是不是可以改一下？我试下。我都好想呢个故仔有个开心啲嘅结局，但我真系唔知点落笔。几年之前，我曾经有个咁嘅机会，但可惜已经过去咗。